这位呢是江千帆，然后这是楚婷，我女朋友，她不仅长得漂亮，能力也特别强，跟我一样。老宋，好福气啊！久仰了江先生，您的两家鱼轩我去过好几回了，非常喜欢。谢谢你。我们家可颂听到你们要来，开心到不行，非得要亲自下厨来迎接你们。谁们家可颂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这个是小小意思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谢谢啊，我喜不喜欢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女主人喜欢就好。阿宁，阿宁，稍等啊！你们俩来了，你们站着干什么呀？你们坐哪儿？那儿有沏的茶。 你不是说给我帮忙吗？你上来呀！我上来了，你先进去。你快点啊！他就这个样，那你们先坐会儿，换汤自己加。阿宁，阿宁，动作快点啊！ 肖先生，你觉不觉得他们俩有点奇怪？刚才也不说话，就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。是吗？没看出来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准备有点匆忙。今天的菜品有红酒炖牛肉，在你们面前的是水煮龙虾，做法式博西纳 sauce， 这些都是我在餐厅正在贩售的菜品。这个呢是牛肉生菜包，是我们家可颂宝贝花了一下午时间做的。 楚林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您的口味，多担待啊。江先生，你太客气了，你准备的这些菜看着都太美味了。别夸奖了，来，为了庆祝你们成为我们的邻居 ，Cheers！ 谢谢。快。吃块龙虾，这有人在，你会害羞。没事，来，我自己来。等等，好了，干净了。吃吧，快吃啊！